我的眼睛望一个窗外，很想如何对你表白，是不是时间能恋爱已经不用去预赛，未来还有多远才来，爱一遍没等待。今年第一次吃西瓜，真甜。今年的西瓜一直都很贵，前段时间应该是3块多一斤，今天去看突然降到2块多，2块3吧，买了半个，只买了半个，将近30块钱，还是好贵，但是今年没吃过，现在已经8月份了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吃一次啊。今年的水果特别贵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，反正我是觉得今年水果都非常贵，我今年吃水果比往年少吃了很多，往年基本上天天都买，今年可能一个月就买个3-4次最多了，但是每次一买就是40-50块钱最少。